冠冠老师，掌声欢迎一下！哇塞，尖叫声这么大声！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，老师叫你。如果是介绍了名字，你们有叫那么大声就好了。我跟你说，好来，老师脸红的，老师脸红的，这是灯光打的吗？好，不要把衣服丢上来了，同学。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冠冠。那。你们是不想要让他讲话吧？好啦，很开心可以来这一次当评审。那我想讲一下，就是可能大家很多团体会就是上台会比较没有表演的经验或怎样，会比较紧张，那就是会等于说东西都没有就是跳出来，就稳稳的这样跳完。对啊，可能也有很比较不熟吧。那那还有女生的部分的话，就是说你们的有跳爵士 entertainment 的东西的话，他们那个，他们就是你们的基础，就是身体控制，还有就是一些筋啊什么，就是拉开，对，就是会比较好，因为你们在做什么，可能眼神还 OK 啦，就是可能头发甩头发或一些动作利落的东西，可能会比较没有。好，待会好，就大概是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我们的 Ruby Lee 老师。